talent 啊 ，GeTai talent talent talent， 没得靠背哪点背背到 ？China egg 啊，哦，千变，哎 ，hello hello， yeah， 20,000 yeah， cash money， all here all here， 啊，哦 ，no no no， you want I sell you 2K， no no， bloom take 啊 ，middle cup all done。对，拿到冠军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很多人都有看着你，而且一路来你走来都非常相当辛苦。是，大哥也在后面哦，一直支持你，支持你。对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可能，他将近，这一年里面，他会去拍电影，已经升级做。GeTai卡，我希望你哦爬得越高越好。我希望哦，我的愿望是什么？你把王伟良干掉最好。我跟你讲，不可以这样讲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可以啊！一起啦，一起啦！谁有看过他拿总冠军？好不好？来个掌声一下，好不好？蛮多人哦，谢谢。蛮多人，我真的很怕他们烧心啊。不会的，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很支持你。对，因为安装野狼，我坦白讲，我认识这个小弟弟。他目前红了一位好练，一进来一位好练，拄到伊歌迷也是拍照啊翕相，伊咧赶台哦，他要跑台要马上要上车，他都 OK， 他给他们拍照。对，这个是很好的，我尽量啦，但是还是不能延迟太多，对，不能露台，因为你一露台，小妹妹要记住哦，如果王振的露台，台主会说他昂料好练，对，会有耍大牌的感觉，是，所以尽量两方都要都体谅一下了。对呀，哦，而且他一红起来，哦，我们马来西亚一个亚洲赛也邀请他去比赛，北京一个比赛也邀请他要去比赛，所以他全部都推到完，因为他的工作量现在也太多了。我相信接下来可能会广告啊，广告商找上门啊，希望我就介绍你 weekend.com 啦，把李国煌干掉，那个比较难啊，那个要把李国煌干掉。OK， 这边错错啦，你讲哎，这滚滚的，我烟倒的，你看你无看了，你看卡称我硬的。吐满卡车面，他每次一转到我后面，我就很怕了，要会随便这样吐一下。所以各位哦，红这轮流转，今天要把好歌带给大家，总冠军哦。现在你唱歌台更压力，对，因为你挂个总冠军啊。是，哦，比赛比了六个月哦，在新加坡，而且我们有海选哦，哦，他选进来，他属于是第一圈的时候，每个人认为他是黑马，比到最后一圈，他还是黑马，结果。把我们的陈建斌压下来了，刚才那个老的啊，天禄啊，那个老的有没有？现在去医院看医生了？没有了，他没有了，还没有。他去下一台，我去下一台，下一台唱完才去医院。来，带来第一首歌什么歌曲啊？来，因为刚才看到有一些非华族的朋友，所以就为大家带来一首英文歌哦，因为。